我爸爸出国了，好爽哦！我去 WTO 姐妹会也是穿这个裙子。酷酷，我是泰法艾玛。今天我们要做什么？今天我们要拍六岁的，不是七岁的影片。我都还没六，我都还没七岁，我现在才六岁，我快要七岁了。哎，你这个 ，OK， 姑姑，我是法官呢。我是泰法艾玛，我已经讲过了。OK， 好，我们今天就是要拍明年会拍的生日影片。不是生日，是什么？六岁的影片，就是你生日了。我没有生日，我现在还没生日，我现在六岁，好不好？我知道，但是我需要有时间剪片哦，我不可能你生日哪一天，然后马上拍，马上剪，马上上，拍 YouTube 很累哦。好，我们拿那个之前的那个问题。好 ，OK， 第一个，你的名字是什么？艾玛跟 Emma， 英文也是叫 Emma。然后你的法文的心是什么？塞西路图。哦，很长。对，你在哪里来的吗？那个 ，Espanol。那、no. 我不是西班牙人。我阿公阿妈是什么的国家？我知道了，你的阿公是那个。Vert, blanc, rouge. Oui, c'est oui, 哪个国家？意大利。对对对，意大利。你会讲意大利文吗？不会。不会。等一下，我开一下冷气。你讲一下话。好。好嘞，来吧 ，continue。哎呦，你的国家？法国跟台湾。你两个护照。你很幸福啊，所以你出国都会用哪个护照？出国如果去就会用两个。对，你已经上一年级对不对？对。你喜欢吗？喜欢。你哪个部分不太喜欢？厕所。为什么？因为很脏啊，而且还要蹲。可是还好有一间可以坐的给老师。哦，你可以上吗？可以啊，小朋友也可以啊。嗯。你最喜欢学校什么？我最喜欢学校，我来想想看哦。我最喜欢学校什么课？伙食对啊，伙食跟朋友。生活课、健康课跟做美劳。做美劳是什么？做美劳就是做东西啊。哦。需要剪刀、彩色笔、蜡笔。OK。纸、胶水、剪刀这样的东西。你不喜欢国语课吗？还好啦。为什么？就还好。数学科呢？数学科也还好。英文科呢？英文科喜欢。等一下我再拍片。喂，我再拍片。猜学校你最好朋友是谁？最好朋友是19号。去年很有名字，现在没有名字。对，这最好的25跟19。你不会记得名字吗？25号是。OK， 不用讲不用讲，你知道我也是很难记得中文名字。对。有没有喜欢的男生？没有，我现在没有了。真的吗？为什么？就没有了吧。你不想有男朋友？不想啊，男朋友很麻烦。为什么？太难讲了啊。你说跟他沟通很难沟通？不是啦，很麻烦，而且还要给他钱。男朋友不用了。我只想要跟朋友住。好啊，这个可以，爸爸会开心。嗯。长大以后你想做什么工作？卖东西，卖女生的东西，还是化妆品都可以。可是我还不知道我要卖什么。你是要开店吗？对啊。去年你说你要当跳舞老师，所以现在不要当跳舞老师。不要。为什么？不要，而且还要每天上班，而且还会没有赚那么多钱。你在开店也是要每天的工作哦。我知道啊，可是我比较喜欢啊。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你知道吗？我知道啊，是全部跟运动有关的。买东西吗？对，卖东西，做器材，运动老师，太多了，太多了，我有一点忘记。爸爸厉害是不是？对，厉害。
爸爸很忙。嗯，对，很忙，而且他还要坐飞机。我跟一个同学的娃娃车说，我爸爸出国了，然后他就说好爽哦。他要去那边上班。可能他自己的爸爸就常常出国就爽。对，爸爸辛苦了。那应该吧。嗯，好。然后妈妈的工作是什么？拍影片啊，你们已经知道了啊。很辛苦吗？那个拍影片我觉得没有那么辛苦，可是那个做影片电脑的东西就辛苦。哦，拍影片你要先想 idea， 现场怎么拍，也是很难吗？对啊，我觉得这个没有很难啊，可是我不想要拍影片啊。然后妈妈就做影片的工作吗？对啊。怎么了？WTO 姐妹会的话，我知道了啦。对呀、啊、，WTO 姐妹会，你是不是也要去？去一次，然后我去 WTO 姐妹会也是穿这个裙子。好，我想问你，你去上节目第一次会不会紧张？不会，很开心。是啊。对。你还想去吗？还想啊。真的，我那一天真的是非常难忘记的一次吧，我超喜欢，对啊，所以我很想跟你再一次。可是你不能讲妈妈的坏话，你上次讲妈妈每天喝酒不是真的，好不好？他我每天，他是真的，我每天吃晚餐都会喝那个酒。不，饮料，我是喝饮料的。可是这样也不健康啊。对啊，我知道，我都会喝水，好吗？嗯，好吧，听你的话。你最喜欢什么动物？小猫。对啊，像是我们没有猫咪，对不对？对，那个第一个小猫是妹妹，她是女生第一个死掉的。然后第二个就是爹爹，他是男生，有一点胖。另外第一个死掉也比较瘦，他会乱尿尿，然后爹爹就胖胖的，也不会乱尿尿。然后他只有抓过我一次，因为他有可能是看到一个老鼠，还是一个蟑螂。那你欺负他，然后他跌倒，然后要抓一个地方可以抓住，然后不小心抓你，你对他那么凶啊！我放一些影片。피파부부이마피파부부샤 T'as vraiment envie d'être là, toi? Il m'a la boubou, arrête.Laisse-le me faire dodo. Emma, laisse-le. Regarde, il veut rester avec nous. Laisse-le, le pauvre. Le pauvre, il a tellement envie de rester ici. Regarde-le. Le pauvre. Fais un bisou. Dis-lui, t'es petit. Dis-lui, t'es petit.你都会欺负他，从小就欺负他，然后他完全不会反对我，要欺负一点点他，他马上抓我，所以真的很喜欢你哦，知道吗？对啊，他真的跟我们两个的个性完全不一样。对，我们这今年两只猫咪就，今年那个去年对，那走了。OK， 在台湾你最喜欢哪里玩？去哪里玩？Parc d'attraction， 又是 Parc d'attraction 哦，不是，我说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去看，今年我们去台南，前年去花莲哦，还要去台东、去宜兰、去澎湖，去很多地方。Parc d'attraction， 希望长大以后会有别的会的。我希望不会，因为 Parc d'attraction 太好玩了，嗯，超好玩。你会讲几种语言？那个英文、台语、法文跟中文。所以是四个。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难？台语。因为没有人跟你讲台语，对不对？对，没有人。对啊。然后在学校也会讲英文，所以我就比较会英文。可是我不会单字，我单字很烂。你要学、啊。可是我会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法文很难学吗？不难。所以你觉得你现在你的中文和法文哪一个比较流利，哪一个比较好？法文。为什么？我比较喜欢法文啊。你知道为什么你比较喜欢法文吗？因为你不用考试，对不对？就是如果我们在法国，然后一样状况，我们在家讲中文，然后在学校要讲法文，你应该会比较喜欢中文，因为法文也是很难学。你最喜欢你的玩具那么多，最喜欢什么玩具？芭比娃娃。Attends, est-ce que dans ce moment tu peux mettre une photo de tout, mais là les one boy. OK. 然后你最喜欢吃什么？最喜欢吃。为什么想那么多？因为很多吗？对，
现在有没有最最最最最喜欢的没有？好，你讲三个。三个哦。嗯。第一名是草莓，第三名就是麦当劳，然后第二名就是你。子君不可以吃我了，因为爸爸说他最最最最最喜欢就是吃妈妈。嗯哼，你法国最喜欢什么食物？牛皮。牛皮这个是谁煮给你吃？法国阿妈。她很会煮吗？对，很会。然后我最喜欢吃那个布丁，怎么说？巧克力布丁。巧克力布丁。然后我也很喜欢吃雪梨，樱桃。台湾的水果呢？台湾的水果。就是樱桃跟草莓啊，没有没有，这个不是台湾的水果，在台湾哦，很大的那个西瓜。对，每次去夜市要买什么？西瓜汁。你喜欢去逛夜市吗？还好啦，可是我很喜欢吃鸟蛋，打蛋猪。夜市你还喜欢鸟蛋，然后呢？鸡？鸡腿、鸡屁股，可是我没有很常吃啦。我觉得你长大很多，我觉得一年级差很多，你比较独立一点。知道吗？为什么哭？很感动。为什么感动？开玩笑的。对，明年的影片你八岁哦。哎妈，忘记最重要的问题，你最喜欢妈妈？啊，还没讲呢。你最喜欢谁？妈妈。妈妈还是爸爸？妈妈。为什么？因为妈妈很丑。妈妈太多痘痘了。没有，你看哦，有痘痘吗？有啊有啊，只是你化妆看不到。阿皮达，今天的一片到这里，记得点赞。阿皮达，阿皮达，阿皮达，阿皮达 for 八岁影片，明天见。现在有一些话要跟 Emma 讲，我用法文说，希望她长大看到影片都会有很好的回忆。Et voilà, déjà 7 ans que tu es là. C'est peut-être peu, mais j'ai l'impression que tu es là depuis toujours. Cette année, ton anniversaire, on l'a passé en France. Je sais que tu adores les vacances à Boudou. D'ailleurs, on va bientôt repartir. Papi et mamie nous attendent de pied ferme. Quand on est rentré, on est de suite parti à Pinroux. Mémé était là aussi. On a passé de bonnes vacances. Et puis c'est la rentrée, le CP. C'est un vrai changement. Surtout pour moi, les devoirs, je comprenais rien. Puis papi et mamie sont revenus pour passer 4 mois avec nous. Bon, on a fait beaucoup, beaucoup de vidéos. On est parti dans plein d'endroits. On a bien mangé. On a vraiment, vraiment beaucoup mangé. On s'est bien amusé. Qu'est-ce que c'est bien d'avoir papi et mamie tous les jours avec nous. Plus récemment, tu as eu ta petite opération. Petite, bon, il y avait quand même une anesthésie. Mais tout s'est bien passé. Beaucoup de peur, plus que de mal. Et voilà, cette année est passée tellement vite. On se retrouve l'année prochaine pour la vidéo de tes 8 ans. À plus tard!